次迎客松是根据黄山风景名胜区保护复钻复钻技术规范啊，主要开展生长式的一个评价，然后林业有害生物防治、生长环境改善、树体防腐与修复和树体的一个支撑与加固等内容。我们会第一个是邀请一些植物生理、病理，然后树木栽培、力学，有时候也会根据需要邀请一些土壤专家一起过来来进行一个考察会诊。通过体检呢，我们可以检查这种腐朽防治的效果，同时呢也可以预防腐朽发展，可以及时消除对古树名木生长的不利因素，促进它的一个正常生长和延年益寿。持续体检好，从搭建脚手架开始，10月8号开始到10月31日结束。体检应该是历来已久了哈，从1998年开始啊，正常的是每隔6年开展一次。当然希望它是越来越好，千年迎客万年存。